懂就问，哈尔滨冻梨切片摆盘相当于其他地区什么行为？香港甘蔗切片，广西螺蛳粉摆成这样，四川红汤火锅帮你撇干净辣椒，天津煎饼果子切菱形块摆盘还得撒番茄酱，重庆人点鸳鸯锅，湖北热干面不放芝麻酱，四川成都双流麻辣兔脑壳扒开摆盘，广东用刀叉吃炒牛河，我太难了，上海小笼包切开吃，汤包切两半，汤汁流光给你吃肉，湖南的辣椒炒肉用甜椒，河南的胡辣汤放糖，还有用高脚杯喝可乐，用香槟杯子喝胡辣汤，盒饭变身 omakase， 牛肉丸切片，火龙果去籽，还记得甘蔗被切片吗？甘蔗一直是用来啃的，忽然有一天被切片了，网友痛心啊，甘蔗的原味嚼头都没了。冻梨摆盘一样，这玩意最正确的打开方式是吸柳，还有的做成玫瑰状的花朵，撒上桂花泡茶，冻梨花瓣成了摆盘界的黑马，这长得太震撼了。冻梨原本几毛钱一个，这么一操作便18乘4克了。东北人表示，18可以买一筐冻梨了。这钱花得明白不？